这是十三吗？对啊，十三。这是你送我的？哦，对对对，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次想要什么包？又想要四万换十万？徐佳伟，干嘛？哎、欸，现在看到这样子，我拿着相机走进来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没有啊，上次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圣诞节影片吵架。对，所以你现在重复这个场景，你会不会害怕？没有啊，我买了一个礼物要送你。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你会送我东西？对啊，你猜猜是什么节日、为什么要送我东西？我有缺什么东西吗？因为我想说送你一个东西，不然等一下我又被嘴说都只有你送我。这么好啊？你要送我什么？我叫我朋友帮我买的。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昨天不是跟你去工作，然后我说我要一个人回家嘛，你不让我一个人出去啊？对啊，我想说你那些疫情，你干嘛要在外面？工作完就回家。我本来就是要去拿你的礼物，所以我才想说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我看一下，明天是几号啊？26号，我没事啊。好，那你明天要载我去拿吗？几点啊？可能下午吧，睡醒。那可能要那个早点睡，不然我们都晚上起床的。好啦，又要不要一句话嘛？不然我送人了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看你明天要搞什么鬼。你是很委屈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想说怎么突然这种东西很奇怪欸。对啊，上次这个剧本演过了。对啊，一定有鬼。好啦，你要不要吧？好，好，先顺便提醒你，再三个月就圣诞节了。好啦好啦，就先这样咯。早安。早上叫不起来的人，你为什么那么难叫？哎呀，反正我出门很快啊，对不对？还说我爱睡觉。我穿个衣服就可以出门了，你还要那边化妆干嘛的？还要那个喂猫，对。喂猫是我的责任吗？我拉屎啊。对啊。你平常有擦屁股吗？你说我自己的、啊。我说帮猫。他们自己会舔啊。没有，他们不会。很眼熟，很眼熟，很眼熟，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？那、我们来这边要干嘛？帮你的十一包，你要帮我包膜是不是？还是选新的手机壳？可是你不觉得现在包十一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我手机都用10年的啊。用十年？你先看一下你这只手机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拿原五型的 iPhone 了啦。我这只用了1年了。谁送的？这是你送我的。对对对，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对不对？圣诞节礼物。哦，圣诞节礼物啊。请问你这是到底有什么事情记得的？我觉得手机没有2年不用换了、啊。真的吗？那如果我现在帮你换一只呢？我其实有寄放东西在小豪这。哎嗨，那个我有请豪哥帮我拿那个在这边。好啊，寄放。Okay, 我们一样手部消毒一下。好，这边。啊，谢谢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你这次想要什么礼物？什么？我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有说送你的吗？啊，不然怎么了？没有啦，这送你的。这是十三吗？对啊，十三，最新的，怎么样？可是我的手机还没坏啊。我想说，因为你是实况主啊，可以实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要送我这个？对啊，都买了。Hello， 它会出现一个 Hello。喜欢吗？可是这个很贵。不是，你现在是很不是、因为我觉得可以用就好了啦。那你这次想要什么包？又想要4万换10万，没错，我想要4万换10万，想说故技重施。又没有什么节日，没有啊，就觉得说，因为毕竟这次13提升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。什么东西？120赫兹啊，就是打电动。你觉得对我有帮助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实况来太贴心了吧。当然咯，全民女友哎。等一下再来开箱好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再来开箱。先包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包膜有什么流程吗？先包的话，正面保护贴啊，先跟你说一下，都是贴这个5G 的果冻贴。那果冻贴它的差别就是后面有一层果冻背胶。你装上它可以全面做吸震缓冲。因为我们现在啊，厂商那边呢、这个版型还在做调整当中，所以我们会先暂时先送给您这个白金版的玻璃保护贴，先这里给您做使用。是。那我们会开兑换券给您。
其他这两个嘞？那个是别的型号在用的。哦，所以因为十三就是这两个，用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是送给民战十三号使用的。它的版型的话，会没有这么一点点精准啊，是非常精准，那保护性非常的好。那我们会开这个券给您，可以先做使用。那就是你可以等到这个破掉了啊，我们破到，你可以再回来做更换就可以。好的。你是十三 Pro 嘛，对不对？有亮面，然后电竞跟防窥可以做使用。电竞的是怎样？电竞的话，雾面的那种，就是我们之前用的那个。给你看。你可以滑滑看，你可以滑滑看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是我因为我刚换12的时候我就来贴了，然后我贴了之后到现在一年了，它表面那雾雾的那一层都还没有平掉。真的？我好像也是贴了一年。就是你看它还是很雾的状态，不会说你常滑那个区域会变得有点凸，都还好端端的。然后后面包裹的部分你们可以做选择，看你们选择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只要不想要这么花俏，对，最素的雾面这样子，还是说要一些小小的样式？木纹，就是木纹。蛮多男生会选木纹跟木纹，你说这样画看得出来是不是？对啊，后面嘛。我是凹面哦，后面，我以为是前面。前面，天真。如果前面有纹路的话，那你要看什么？也是。悠闲猫哎，你人家家里有养猫，就会对猫很敏感。哦，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家里有养猫，根本不可能在家自己贴膜。对，因为它会一直有那个毛。这边我觉得那个无尘丝是蛮屌的，好吧？就第一个。雾面。对对对，有加入我们的会员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忠实粉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，有 A 方案的话，我们可以全包，然后帮你做85%优惠，或者说你想要我们的充电商品或者是手机壳也是 OK 的。全机包膜加五 G， 全包像你前面这个是一样的嘛？对，前面会员85%，这是有我们的会员就可以先加入我们这个优惠产品。就有些优惠活动 ，A 方案就是帮你做85%，那 B 方案的话就有送充电头，因为现在十三没有送充电头，我们送给你。你推荐哪个？我推荐 B， 好，因为他没有送充电头啊。哦，反正我可以用就好了啦。就是你需要的东西，它都一并的帮你附在里面，让你不用再东跑西跑。那我可以用就好了，好不好 ？OK。那如果说他手机壳已经有了呢？哦，手机壳有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非常弹性，可以再送你的这个，直接帮你升级为充电线。我出示一下哦。这个跟充电头原本就有了。哦，就是换成对有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换你。需要的啊，这个也是你们自己出的、哦。那个它是 Unpro 的、啊，听不懂没关系，听不懂没关系，反正用得到就好了。就拿进去给师傅包喽。好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要等，要干嘛？不管，还是我打给老哥看看，说不定他在附近。我想说，我去隔壁洗头。既然都来了，想要找他聊天啊。好啊，那我去隔壁，那我去隔壁洗头。好啊。那我可以带他。好，你带好的。你好，我去洗头啊，你自己去那边。好，拜。不用介绍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谁嘛。你敢回洗头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聊一个大小事，什么事？对不对？反正手机在包啊，要需要时间。哎，对啊，你怎么刚好在附近？对，每天固定会巡店的，势必是要每天都经过的。有在无尘室的一些店面，那会比较积极的去走了。啊，所以不是每一间都有无尘室，无尘室需要转型啦。现在这几年比较积极的去增设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用一间无尘室要多少钱？小平数的话，动辄最少200啦。你说像板桥，板桥差不多400，那一间这样要400万，就全部弄一弄。那如果单无尘室的话，单无尘室看平数啦，基本上100都差不多了。哦，那也是打重本在做。哎，那个算很小喽，而且帮我们来检测那个无尘室那个灰尘指数有没有检测报告，是专门在检测护国神山的公司来帮我们检测，每间无尘室都有一个。你说中央山脉吗？那个护国神山就是那个，对，可以这么说了，可以这么说。哦，我是不太讲。这个是讲出来了，对，怕会有个这个吃下豆腐指标啦，因为毕竟人家用这些大公司，那我们一定也会用这个大公司来帮我们协助了。你今年11月 W 玩哦？有业费一定要玩，没有就算没有工商，我也是要玩。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天堂的重度玩家，你知道吗？这 W 出来，我真的蛮兴奋，就是说那时候我在思考说，W 出来，因为以前我们会玩天一嘛，2001年，读国中的时候，你第一次玩天堂几岁？十三国一，打 CS 在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他说翘课去网咖，然后就是中午11点到12点就是打 CS 啊，对，然后开始连点，按住 Enter， 然后滑鼠在那边摇，要登录，对不对？
有梦想的人是最羡慕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没有，你是已经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，你不缺了，不是，没有，生活稳定就好，稳定就好，不要这样讲，我也这个话很难接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很早，我自己是很早出来工作啦。嗯，因为我那时候20岁出来，我是在婚纱店门口做趴车小弟，是这边的吗？婚纱店，婚纱街这里。哦，我做趴车小弟，就是这边啊。对，然后我之前做趴车，那可能混一年吧，那就是从趴车小弟慢慢做到店内的公关。跟客人聊天，那聊天聊，那慢慢的因缘机会就慢慢做手机包膜。哦，那也是蛮跳痛的，就莫名其妙。哎，这个我好像有听你上次讲过。对啊，他回来了。嗨，他回来了。你洗那么快啊？快啊。洗的还可以吧？还不错呀。对。你坐。好。我拿外套而已。好，可以。龙对话啊，两个龙对伊啊，龙对阮兜啊，挂多少？一个一岁半，一个三岁。哦，就是他很正派，他的啊，阮的啦，阮的啦，靠，现在 gay 啦，啊，没有公开，有只猫啦，他都把猫当成他的小孩啊，就是讲。七呀，3:8，因为你是看起来就是很年轻，怎么可能生两个小妹妹的感觉啊？那这么瘦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跟他讲话好，你无缘无故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要小心，他那个画质并不。哎、你干嘛跟相提并论？没看到那么多毛，就是因为那是他们啊，你看都有这种毛，所以你们家没有养宠物吗？就养三只，我已经养三个儿子，养三个小鬼，三个小鬼学费算一算，那个不得了。说的你生出来你也不可能乱养啊，你不能说啊新出来啊那小学啊拉萨奇，那是以前我们叫拉萨奇啊，你有帮有监护教啊那得就大汉啊，现在不一样，你要重视教育、双语、保险都弄到好，一个孩子一个月好3万。三万是差不多有点水准的羊，最精致的羊，看你要读什么私校，那个就哎，我只能说都生了，你当然是把它养成计划嘛，啊，不然就先不要考虑。今天我上来的娃这样哎，这样3万一年36万，然后三个就100，算100万就好了，20年就2000万，不止啊！你未来如果说你想要比较有视野，有比较有国际观。出国上出国，然后你总不能说让大家台湾啊，但还是要去世界各国走走啊。有能力的话啦，尽量啊，尽量啊，毕竟我懂哎，这边也可以啊。啊，我笨啊，我干嘛？干干干家，就这样啊，练出去。你是绝对可以三个都出国啊，就存啊，我现在都存给孩子啊，就啊，没办法哎，对吧？那你有考虑啊？还没有考虑这部分。哦，可以，哎，他年轻可以的，没差。他女生到35以上再生就会比较不好生，要剖腹，要切下去以后，肚子的神经全部断掉。你知道吗？你妹妹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很可怕，我其实很害怕。然后缝回来，对不对？一两年还是感觉隐隐作痛啊，你神经都断掉了。你老婆是过来人吗？然后自然生产，生三个这样都自然。哦。在生的时候，我在前面看了，一刀剪下去，血都炸出来，炸出来，小朋友赶快拉出来，赶快止血，赶快缝。那你看了会有阴影？我大概阳痿半年，第一胎阳痿半年，第二胎大概是一个月，第三胎没感觉了。所以你都有进去陪产？有啊，都有啊。那你真的是好男人呢。我第一胎生出来，先去看女儿怎么样，忘记看顾妈妈了。啊，那你有被骂死、欸？有啊。我第二胎生出来就不管她了，我先看妈妈。起码我们要把这个责任做到，再去看小孩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他会跟你说 hello 哎。hello， 拿到新手机了。你要跟我介绍一下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？我这只是11嘛。对，11 Pro。13已经过了两代了。它是13 Pro 嘛？怎么样？它上面会多这个哎，它的主画面长得不一样哎。哦，那个就是 iOS 版本哦，你更新也可以这样。它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介绍一下。没有，你没有发现它的刘海？山西达人吗？刘海变窄了。哎，真的哎。我觉得这次帮你换新手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120赫兹，就是你可以上下滑动。真的有差啊？你感觉一下。哎，有啊，左边比较清楚啊，左边有好像比较清楚啊，是滑顺的感觉。应该蛮明显的吧？好像还好，不然你来滑看看。一秒的这个画面更新率是比较高的。再来就是相机变厉害啦，有电影模式。电影模式是什么？就是它可以快速去切换前后景的焦点。有哎、欸，好像有差哎、欸。你这样看不准。那种好像比较广角。它就是整个相机的模组都有改变。哇，这只又可以再撑十年。你刚刚也跟我说你十一要撑十年。还有什么功能？你也感觉不出来。那我想看一下它包膜是包的什么。全机跟荧幕，荧幕全机有包什么东西？背膜啊，你没有发现？背膜，背膜是你选的呀，太贴合到你感觉不出来它的存在，真的，感觉不太出来，手感蛮好。对啊。
换新手机感觉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爽。爽，多爽。更新率不错，很高。对啊对啊，非常好啊。OK。又可以用十年了。可以用十年，真的吗？一台手机撑十年。借我一下。干嘛？先借我一下啦。好。谢谢豪哥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豪哥，拜拜。